你要会啊，你让俺们看看西太去。这都是旧房。这房看上去有点历史了。这个都是。这现在有人住的。这不是呢，早时候的在。你说的。后头是个，后头是个庙。街头西带后头是庙。前头北面是庙。啥庙？这庙是个三个庙的北面这庙。这是个龙王庙。龙王庙。后头还有个马王庙。马王庙。这前面这个了。这就是这个，这个咱面这个高的是个龙王庙。就那么住住这个高房。为了家高房。这边这是个啥？这就是我以前孩儿们上下做的学校来的，这。这就是咱那西台，这里头。这就是个旧西台。这就旧西台。这西台有两年历史了不？可得年了，我这就是我们来就有，我来了40多年了，也就是有这个，没有就是西台。西台。这就是这个啥。从那儿过不进不去了吧？这杂草丛生。这草，看看这老戏台。那个侯九三原来就在这儿穿鞋。侯九三原来就在这儿穿鞋。不知道。这是老戏台。当年那个侯九三就在这儿穿鞋。这对面是个龙王庙。这个院草垛是高的。